嘉义县第一届举办全国推球赛，今年参赛队伍除了在地嘉义县24支球队之外，14个县市对台湾头到台湾尾拢来参加，互相来交流学习，以球会友，场面是强强滚。开球！好，看着我们各位嘉宾的球。我也特别喜欢槌球，因为槌球跟老人家的关系啊，我认为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我就要求说，我们做村里生活大调查的时候，就是讲咱的乡镇啊、鲁哥啊、征头啊，有土地愿意提供五档以上的免费使用啊，包括有人要讲槌球组得起来，我们后续相关的辅导跟设备的补助，我们就会下去。嘉义县基本上总有30个队伍啊，30个槌球队，目前还在筹组中的有5队，我们希望槌球可以变成嘉义县老人重要的活动。王长良讲，推球运动是一项正适合新众朋友和高龄者的运动。社区只要提供适当的场地，满足球队的意愿，县政府拢会补助后续的场地设施和费用。希望这项运动风气会当推展到每一个乡镇，打造嘉义县变作是一个健康、适合老时代生活的城市。记者黄佩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